伊个所在有关联佮欢喜，这是中个工作啊！恁着将关联阳光归乎耶和华，归乎耶和华，用伊个名所应该得着阳光归乎耶和华，着带礼物来到伊个面前，着用圣洁个真塔敬拜耶和华。即时请咱起立，咱来坐念上帝所予咱个十条诫。第一诫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哪有爱上帝？第二诫，唔通为着家己条件偶像，无论天顶地上，甲地底水内所有个物，拢唔通做伊个像，唔通敬拜伊，也唔通服侍伊，因为我了我你个上帝，完全无用阮用家个上帝顶过我，放阮我个。我祈求伊的罪，对下到听到三四代，听我受我改变的，我是阮予伊到世代。第三届，唔通人丧尽了我你的上帝的名，因为人丧尽你的名的，了我的脚步也已做无罪。第四届，要伊的安息日，守伊罪性，让伊来应该着我。做你一切的工，到到第七日，就是用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这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婆婆、女儿、先生，以及踮伫你中间的诸外人，一切的工拢无工作，因为后日来耶和华创造天地海甲地中不空的，第七日就煞。所以耶和华赐予你安息日，设立你做神。第五诫，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予你的儿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，你着住着。第六诫，唔通害死人。第七诫，唔通骗人。第八诫，唔通偷窃。第九诫，唔通做假见证，陷害你的子民。第十诫，唔通贪你的属天的树，也唔通贪你属天的果，多果如意，无如意，你的属天一切所为。这时，请咱犹原徛着，咱人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伫你所为阮预办的安息日，你要带阮到伫青翠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。予阮会当暂时放下阮的工作，享受伫你内面的安息。除你以外，伫天里我有真多；除你以外，伫地里阮也无所羡慕。主啊，阮知亲近你是对阮有利益的，总是阮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压力，直到阮袂记哩来找求你。然后，阮的肉体、阮的心肠渐渐失去气力。主啊，求你常常提醒阮，你是阮的气力，你是阮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守住平安的主啊，阮要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。之前风灾所带来的灾害，登革热的感染，主啊，求你予这的灾的艰难离开阮，伫政治。经济、教育等等，台湾所面对的问题，阮也要求主你来掌管。愿你的旨意行伫台湾，亲像行伫天里，予徛起伫这块土地顶面的人，拢有平安、有盼望。今仔日是教育主日，感谢主，伫阮教会内，予阮有真济无共款的教育事工伫推动。圣经学院培养阮成做搁较成熟的基督徒，主日学建立儿童的信仰基础，亲密团契来帮助人际甲家庭的关系，以及各团契伫进行的教育事工，即个甲人的生命有关系的教育事工，恳求主来帮助，祝福阮通过即个学习来得到成长。主啊，你的话捌讲。我伫各样的患难中，你安慰阮。
要让阮因为上帝所赐予阮的安慰，来安慰伫各样患难中的人。伫教会内有年岁较大的兄弟，身体欠慢的兄弟，心灵空虚的兄弟，阮要伫祈祷中常常纪念因，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因。愿你的疼常常激励阮，予阮因为你的疼，会当做到疼厝边亲像家己。主啊，阮盼望会当伫今仔日重新得到快乐，无论是伫你的话语、阮所吟的诗歌、牧师的讲道、阮彼此的交陪，拢有你的祝福伫内底，真做阮的帮助。阮要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Amen。